はい、よしよしよし。中香烟没有关系的哈，哈哈哈日常生活啊。还是有点很多，应该确实。唔知啫你，冇眼不知，一切重要啊。来平等的呢啊你好行我来来加皮的我来的来平等的那边啊好行阿平等平等先到啊咩？车用贵啊，新福线，对嘛？系咩？内浦乡，啊内浦乡内浦村啊，光基路啊，即系喺时咧光基路130号，记得喺个下边个嘅，朋友在这边嘿，有太阳来命啦，有太阳来卖命啦，车用贵啊，因为有人命咯，佢这时都，哎，我教过各位佢样，依家就要变一吧。啊小正规都话问变一话冇啦吧呀，啊来一度我都收好变一吧用唔得啦，所以就这样子，我又做款买个上古锁个电机，上古锁就一同储人物落细块再断嘢，一断嘢一多钱。蒋总集团咧都做设电扇啊、整洗啊、啊基本啊，通常嗰啲长期嘅人咧讲啊，有条做买个技术。来了保育多出来才会做啊讲起谈家如果我家都给买个出来给买个出来转来我谈我要做哟我电本人都好好的看啊好的看我本来才会做啊几样多不多啊看啊看了以后谈我来做就没有问题了看了吗给他买的哦要给以前呢那个给隔病人啊对我年轻亲好女朋友，女朋友，哎呀，那你讲得好啊，这个女人管你什么？你兄弟啊？呀，我唔是的，你冇彩色，你冇彩色冇啊？对啊，冇彩色的，一个古味冇彩色。长用的飞龙沙，飞龙沙也得吐。啊！哎呦啊！哎呦！哦，闷嘛！师傅啊，这个要进步啊，师傅啊，练溜了。来了！师兄，我禀告你，神功道比我强自大。有了师兄弟受人数去问他的两年后山慢年是几来我的书生丫头为何你出去要动之呢怎么吞体的体行书嘿还没问题我只有体来向本体用中央不过呢唔为前人家务，唔为比。神功包拆了高山，赶快马上退了，变了。那种来历史啊，哈，我平湖、澎湖啊，平湖我生来都做一个长贵宾，两年的。每礼拜六礼拜啊就是军民合作的娱乐就是我们部队的派我们几个人去那里演布袋戏我学了这个布袋戏回来的时候啊做什么生意实验啊所以一个是你要不要做没去成功没去后我想哎讲我来的功夫这个唐湖老总的部队戏啊
就开始织人工啊，多多少少十几箱十几箱的，跟买点布啊，那个去做，做人家就来，哎呀，就有七八堂课就来抢的啊，啊抢的，第二抢起来抢的时候就做真多的啊。有一天，小女突流神，动用人手人，害我在这天下四处走勤拖油，莫唔抄莫唔抄，哪里个草铺？莫个草铺？唔忙挨师傅嘛，去莫买，为错个莫挨师傅。三十年前，那些人没有的十年啊，十年一个天后宫啊，天后宫的设计都有奖金，中落沙干嘛？哦，中落沙系，中落沙系。佮两沙都白白都香槟香咗啊！啊，中落沙佮都用啲嘢太稀啊，都讲稀棚架太啊，就做最个真咩啲东西就较值人些的啊，睇下边种来睇下同值人睇来啊。来做两日，天衣暗布。用落沙做个，做蛋泡土嘅，做三点水嘅，磨做衣服嘅，要睇近来讲三点水嘅。我这边关三泡土嘅。两矮人用做石牌啊，啊石牌当磨起面泥人做下摊上来咁泥来存装。用个王爱多万年前牺牲一世办摩托姑娘啊，阿你啊，喺你用上的感受。讲起摩托的语言，哪里我不能答应你？好，爱上我话过爱你，唔爱多嗲好。你是不点呢？我与你不相识，点你初见面，人家萍水相逢，除了我的语言，我有你我的见识，哪里跟姑娘说唔通？咱们就你自己看我一眼，一个一个走啊，人家在拍，你走给人家看。那你是把剧本背起来的？随机应变，想到这里讲到那个地方。隋朝的故事，程咬金的，我会做那个，我老爸会做那个《封神榜》。那你只会做这一出？不熟啦，不熟不拿手，你就好像说不懂哦，乱说话，人家一下子就来气啊。那这个不带气啊，等一下，演很多天的价钱都不是很好，我们是属于说比较没有赚钱的情况。是没有宣传吗？还是？也不是这个问题啊，是怎么说？我们比较没有认真在演。我们就比较耍耍呢。我儿子不在，如果我儿子在哦，跟你们谈得很谈得。他比较会演，是不是？他不但会演，而且他家境很好。他跟你们谈就。他几岁？当兵了。当兵就19岁、20岁的。20吧。我们来这就只能看而已啊，没有玩过啊。你都很少来这边玩。我们时常来啊，不过不能玩啊。那来干嘛？我们来这里执勤啊。哦。你会到这边来执勤吗？会，这是他们管区，又不是我们管区。这是他们辖区的。哎呀。哎呦。你比神赛车，赛什么呀？有满屋子，满
转方向哦，没有转回去，撞到旁边倒掉哈、哦。第一次外圈，第二次内圈。之前比较喜欢玩车啊，就是那时候刚考会接触，我说哦，几乎每天就开的人，哇，那时候快点，那种机灵的，就是停的嘛，然后滴就冲出去了，哎，那个转弯嘛，急速甩尾，手刹车，过去了。反正我又比较喜欢那个，其实我们玩在一起都不会彻夜的。玩在一起比较好到点就对了。休息是要为了走更长远的路，玩就是要走更长远的路。我在此助你一臂之力吧。我马上出城破阵。好，那我们就去看看他那个十绝阵如何厉害吧。哼。南极旋风已经数转一个圆盘三盘之大，标准是姜子牙的啊体内。相爷醒了，没事了。啊，这是真的，太好了。师叔怎么还不出来？大概是昨晚飞想破阵之法，睡得晚了。丞相无论睡得多么晚，都是一早就起来的。这很奇怪，师叔想到破阵之法了吗？这岸边呢，有多少样的东西？本太家的流年，也有数千桶的光明粉啊，那也有那那个草皮的普通六样的哈，六样带这个 VCD 片呢，也有 VCD 片。最早是挨一名，啊挨他落啊，都唔好做，挨稳过天人诶。啊等挨个来个下下真贵落做，啊做个时呢，啊个要下肉量，一路来做辅助诶啊，啊辅助啊比个高薪，比个就用假名，唔知嘛较古力啦，较用力啦。这叫当用力嘛？有用就是有用的，有作品啊，有用的也蛮好啊。我不喜欢跟着时间，我也不喜欢被那时间算清计色的。只要钱赚多赚少一回事，我只过得快乐就好了。站前面就有个公车站，就坐一号公车。我不建议你十一号公车啊。十一号公车，我在公正经的里底啊。我唔在公正经啊，你当初在公卫经啊。就上去。我们拍那个记录片干嘛？因为他的
特殊职业。你特殊职业，你在底下边啊？你是不是拜王带出门？够妖哦！拜的。有政府的认可。你们我是用，平时你用 A V 用的电脑，很久。很宝贝。超特殊。难道你就是名字黄俊雄第二代？谢俊雄。是我这么想的。然后就是你整的。我忘记了。忘记了。镇长当你不一样，忘记了。再选市长，市长都选立委，立委都选总统，未来的总统是总统好。对啊，老了身体不好。像我爸，我爸从小到现在，他没有出去工作过。对啊，他根本没有出过，他从十五岁就开始演戏到现在了。他也是这样，也是就最后还没事就这样，度日如年嘛，就这样度过来了。他爸如果没有事做，他干嘛？啊，也没干嘛啊，就是。找朋友啊，办公室那个啊，就这样，然后出去，计划都会看啊，时间快进了都会去那个、啊，到客户那里拜访一下啊。今年他妈的演出了，第五月还不知道啊，这都还没定。因为我们这个好像怎么讲，没有政府在帮忙哦，也没有你们电视台帮忙宣传哦，就好像爬不上去。去年前年有叫嘛。文建会说要采访客家文化节这样子，叫我们演，跟我父亲谈不好，没有谈好啊，没有谈好就没有演了啊。那演都是很多天了 啊那种就是说会比较注重说场面呐、人呐、演的各方面配合会比较好。啊，像这种的叫做私人，我们个人的赚的时候就轻轻摘菜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这时间部分的征文内容啊。
我们也是坚定一定搞这个行业。我一直想转图啊。你想转什么图？我不晓得啊，没有钱了。一定要有钱吗？你们又不帮我，看什么帮我？告诉你，或者说有钱拿钱。我们不在叶城里，王文哲、王文耀、王顺雄他们就很赚钱。孙吹凤、歌仔戏他就很赚钱。对啊。因为你要有知名度啊，像我们没有知名度，走生存就难了，真的。难过了。好，走，我们先下去坐几下。我老妈去买那个。坐一下。好。我们工作的样样都有啊，其他这些都是，他有些是跟人家结婚照的毛片，有没有？都有。这是我老爸的。你老爸帮人家照？赚的他就赚了。我一个妹妹，她对我父母很孝顺。我一个妹妹，她住在新营盐水，有风炮的地方，她住在那个地方，她嫁到那里去。他对我父母很孝顺，他每年都带我父母去出国旅游，不晓得吗？那带去上海的玩的、哦、有都有啊，都有记录啊，我们都有拍啊，哎，有时还有时间上对，哎，对我妹妹啊，我是这样子啊，比较他近的、啊，不会赚钱。如果我会赚钱，我大儿子也是高中毕业而已啊，他现在也想说十月份要退伍。他想搞那个手工洗车啊，阿基就跟你开保养厂，你随便一开哦，要100多万。叫赤山呐、啊，赤山村呐、啊。这边客家人多吗？闽南人比较多。所以你昨天是用闽南话？对啊，在这里用闽南话。我们昨天晚上在这里演的，跟前天在这里演。为什么没有收？时间上的关系啊，昨天又收到两三点了，回到家里又一个时间，又排放在家里，然后又再回去高雄，所以有些时候。也不能太晚了。我们在这里演了十几年了，不再去了。都一个固定一些的地方，朋友帮忙照顾，他叫我们演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在这里演，有些没有人看啊，他就朋友互相帮忙这样子，对吧？哦，太可惜。应该他也蛮重义气的吧？是啊，会吹牛，跟朋友讲话这些哦，交际各方面他都怎么说，很上道。来喝茶，小姐，机会难逢，这一斤3000多的哦。哎，好差、啊！真的、啊，对啊，这么小包一样，3000多。他有参加的社会的组织，那人搞不干净很好。我们屏东哦，高雄有很多大庙，他那一年的工作都有50-60天了、啊，他一天都10000多。那问题那种，你如果说没有特殊的关系哦，你拿不到那工作。他就是朋友很多，他电话很多，嘿，看他以后行不行，我就不晓得了。如果我是不行了，我已经淘汰掉了，看他行不行了。到那边他又要重组，我又更累。
接着我要排斥这个工作。本来我们这个桥过去就到了，对不对？嗯。那现在不能过怎么办？惨了。真的没有赔钱吗？还是我们赶时间呢、啊？想一下就好。我说你要怎么跟那个庙那边说？就是，那就是我们的问题了啊。这个厂啊，如果不带起来讲，是属于中型的，中的，像这种就是现代系的奇奇怪怪的木耳，有没有？它造型很特殊。这种木耳就是人家说黄正勇不带那了刘三，有没有？啊，这种老板的造型的，像这种叫做腰道，这后面有一个洞，有没有？就那个套有没有待在这里？然后再有用电的一按爆炸，很多科技也有，还就是说我们知道，只是说没有准备啊。你准备这个要多花钱呢、啊，一颗爆一两百块啊。你一爆就没有，因为那种炮哈、哦，你普通炮是不是用那个火柴点火？我们这不是，我们用电插头那里开关一通电到就爆。哦，属于电子的，这样我才可以控制啊。这样那个。玩了不就没有用了？对啊，所以我不用啊，我节省起来啊。因为今天主要普渡就要绑三千，我叫我儿子介绍三千的给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绑三千？是什么意思？我这些是重点。哦，这个我就找一两个椅子啊，你们里面坐哦，里面太热了。这个我就是一些重点要告诉你们，要不然最好问我老爸，我老爸最喜欢我回答这个问题。平常之事，独参何事？
了全国人家就多少困难你来帮忙。摩天呐、啊，哪有摩天？人家三教人早起来都要管父所太成娘盘呐、啊，有嘛个本娘钦点来？啊，你好，等早起来啊！重点场面要出啊，你东西有你配备一定要出啊，很不好。你技术哪个东西哪个动作不灵活不灵巧，那时候就不就会那个，有空就比较喜欢那个拿木偶就照镜子这样去看自己动作啊。那现在有发球有空了就没，我记得了。现在也是说我们没有观众啊，第一点没有观众啊，自己也不会去要求的。你可以看到前面的观众也是看得心寒的，是怎么讲，要很卖命的演出啊，会看戏的人走观的比较多的，像我们这种年轻这辈外头讲来像看戏算了吧，没有还有兴趣吧，我靠我列车上。所以你对布袋戏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没好吧，为了钱吧。哎，第二个是，我喜欢跑、啊嗯。第三个是名声吧。名声就是我那个我们那个扮演的扛棒啊，还跟我的名字啊，哎、嗯、呀、嗯，还小有名声呢、啊。我叫赖姨，我安叫都好扛啦，一到朋友加金又薄。忙我的张爱你是何年呐、啊、我太太当时叫我所有跟我突然困了一两年在这里，她说太久她明天上班，她这种工作又没有固定。那你做这个你太太会不会跟你吵架？她认同我的新台币，如果今天工作有收入、嗯、在昨天晚上回去她就本来睡着就不去了，他意思说你上回来工作回来应该多多少少有六千啊，多少多多多少多少，我不理他，妈妈要拍拖，我现在赚多少啊怎样关心一下，但是到后来意思就是家里负担很重啊，你做人丈夫要该哪一些多少出来啊。在这里，现在就是搬走了。你看还有一点东西，就是搬走了，搬下去了。什么小狗机啦、字幕机呀、啊、啊，麦古机器、调整器啊，都搬下去，慢慢做啦。印也是用血用印，印的放这里，电动一开，你这里做去，它输进去的信号，它进来这个。录音机的混合下去，再会打字啊，字幕啊，好像字幕机，以前字幕机就这样子。这个16mm，比它大。16mm 比它大一点。将来他们摸镜头了，你就可以夹落去。这是进剪接键盘夹。8mm 电影片，这我自己拍的，写的什么，什么节目，你看。这个，哎，这我自己拍的，都是片子，都是拍过的片子，只是拍过的片子，哎，就是拍过的片子，大小片子的有，改良片，30分的、40分的，
二十分的才改良的也是有啊。现在我用是用 D8， 以前是用刚来是 V8 很差，来 Hi8 没有好，现在 D8 很好，贝塔还归到了 VSH。哦，哎 ，VSH， 啊，其实佢有卖过，哎，摄影机有卖过，哎，这以前我生意好的时候，这个是录影新青年乐，以前生意不错，你看，嗯，啊，现在生意不好了，很少做了，没有用了，啊，这嘛是弄埃及啊，这么钱呢、啊，没办法，就是这样子，时代的潮流太快，嗯，潮流太快，真的潮流太快。啊，现在都老，什么都不太喜欢。嗯，太。嗯，什么都没。我做医院很，住越南很穷哎，我穷嘞，他冇唔好为难我。嗯，改良一个形式的流行歌的唱客，而家也好，唔咩唔好，好啊！你本来我就喺隔舞睇故事啦，有改良的进步的素材，也有需要，有需要啊，也有改良啊。这个同一同地方啊，无人爱的葡萄叶，我做一同来拍到变有天然性，嘿，我是把天然性，啊，天然性无补进去到来，那有办法。啊！佢愛愛見嘅時候，愛阿婆愛見嘅時候，愛愛見嘅仲黑。嗯，將唔知爭到開腔，啊，開爭衰爭，嗰個開順腔啊，嘅開順腔嘅一沙騰腔啊，我拿牌啊屌嘅，捱你一顧下去輸存出嚟做，人工嘅做沙騰腔啊，哎呀你，鏡頭一排下已經開啊，見夾啊，後背就開啊，你都開見，我話你皮黑。你做上做安尼啊，做會唱天亮詩誒。啊，想做草根，现在无安尼资本啊。啊，有做伊，咱有做位置嘞，啊，无就无嘛，甲好做呢。会困难嘛？人家要上个路，我都无条路之类，了了，经济阁唔好啊。嗯。啊，伊个阁无嘛，甲又好做啊。啊，等伊个做来，唔知哪地位，我啊地主嘞，我。纯粹杂草人，你不太去的，要生命，要生命上，咱有钱，咱有做，啊，没生命上，啊，闲闲，啊，样啊，要紧，做不开，阴阳面光哦，没办法，就是你要搞平衡。苗栗来的，嗯，给我去照的。今天是主照啊，黄天总监啊，哎，要不要来点？是的。这苗栗到遐解味浓啊，紫菜茶呀，苗栗面就拿到味，腰味啊，拿到腰味啊。哦。我来解味浓的，这样都把它太妙了啦，啊，这味就直接出煮啦。苗栗来呀，光客呀。一起木啊。明白吧？嗯。你给他公平点。公平。恁姑姑人宽啦，他强强啦，啊，你莫提这种包呀，太凶啦。该流行啊。哦，尽量早一点。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机器呀、啊，这个机器故障了、啊，故障了，以后现在就再买过来，拿出来这个片子拿出来。那、啊、这样不是要花很多钱？对呀、啊，时常有买过，再买这个。一个买一个，一个买一个，赚多钱都买掉。这片子买过来。都冇赚钱呢，赚多有啊，都买东西买光光。Yeah.
家十个岁就高位嘛，啊高位啊，人家七十一岁啦，这些高位上50多年啦，啊那些那个跑那个社长个呢，就一百米里就跑不赢个的呀，结婚纪念呐、啊，做这个运动会呀、啊，什么这些有啊有什么，也抢来就，抢来有钱穿来就很喜欢，凡事我利用我感觉做得很好啊，很高兴做啊，高兴做的一天要有工钱，有烦恼事的，有存钱啊，有消费啊，存的钱我要买东西啊。我打百姓的哈，他干了，他干了二姓，哎，蛮难。这个排上去，全省没有人这样都是做出来了。变做六样较准的啦，因为六样哦，我比较老啦，哎，比较轻松啦，布袋戏呢，这个东西太粗太重啦。现在的给他办啊，谢振贵啊，谢义良啊，现在给他们办啊，他要怎么样再开支啊，他怎么样要再用钱啊，所以。我不管他了，我管的了是不是买录音机啦？我声音的啦。有了咯，哎，在有眼福相咯，哎，在有眼道咯，哎，在有眼眼道，哎，在有眼眼有少多，当然有挺多，哎，哎，在有看，看那小生那样的哩。当讲吼，哇，今仔日到了滚滚的这个足势，咱的油桐啊，吼油桐，吼这些电头，吼咱这些石屏，拢来咧参拜吼，啊。爸就会处理你就好了，我只是先挂名而已嘛。这次算他，算我爸先帮我铺路吧。
没有，我舅舅他们也是开那个房厂啊，应该是说我先去的。车行有收入就有收入啊，游戏做就兼业啊。我的梦想是开全省的、啊。哎呦，还只是梦想而已。其实我不想，我只喜欢那个穿得漂漂亮亮的，开一台车，就到那个店去收钱，到那个店去收钱。他就是董事长，想太多了吧。介绍这些人物的造型是属于哪什么角色这样子？东河老师，你几百度的状况人啊？老人家他们说，富人家富翁他们说，他那时的呢，走沙飞有这个年长中年人，像的就还是树皮的青铜吗？是应该树皮的。还是讲一种简单的工艺，没啥的。看见啊，就这样。那是浅翠花去世的啦，我懒得的。哦，蛮伤的。哎呀，父母恩爱一呀，昨天前天我忙了两天，一个疲劳不下去。最后一个就好了，最后一个就好了。那么睡吗？你三天以前啊，你来啊，我姐姐还没有破裂的声音。休息。你这样子，没有什么。这样就转了，对不对？哦，可以这样转。然后出彩了。以前他们练得好是可以这样，这边丢过去，这只手接。啊，你可以吗？我这样技术不好啊，技术好就出名了。对。嗯、你们每天。这个叫做小海船啊，他前讲我无行啊。修一下哦。啊，修面啊。修面啊。速传过一。好。三二一，杨飞船，李龙春，有两件在那救，中马号，一个生花烛花。